to Korea。第一次来到韩国哈。Yes。这次我们要去四个地方，从仁川开始，全罗北道。接着去光州。And 最后我们要去全罗南道。我们的韩国行程正式也要开始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叫通化村。欢迎来到一个卖人参的市场。哦，哇，味道好重。I don't think you're gonna like it. It's like Chinese medicine.